先拍照，稍微往后一点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躺往这躺往。120这边，120这边。在杨九郎，哎，杨九郎。看中间，抬头看后边。好吧，来，中间，中间，再看一眼，中间。给我。嗯，不要晃，别晃，你二十秒晃，不要晃，安静。都换过吗？好，你要是打招呼吧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您的相声演员杨九郎。来，哟，还有话筒呢。哦。是谁在看呢？哦，过来。哎，是是是，哎，不委屈，不委屈。刚才确实不应该动啊，不好意思各位啊。建议就好好说相声，然后呢，好好这个逗大伙乐就行了啊。咱们融资科的，那个带融字都可以吧？什么那个王九龙是吧？然后还有汪苏泷老师什么的都可以啊。嗯。去年一年就是怎么说？就是健康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啊。然后健康快乐，然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面。还能保持像以前一样健康快乐的活着，就特别好。今年有哪些收获吗？今年有哪些收获？我的收获，我觉得最大的还是还能一如既往的我站台上说相声，然后还能逗大伙乐，这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儿啊，这是我收获最多的啊，就每年收获其实都一样啊。有不一样吗？今年你觉得？不一样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开箱太晚了，就是。每年开箱一般，我们正月里啊，一过正月十五就开箱了。然后今年开箱比较晚，对。杨、嗯、老师，在这儿，哎，您好。朋友圈里面有这个找搭档孩子当徒弟的这个计划。嗯。当老师有计划？没有，但是以前好像聊过一回，聊过一回，看看我有孩子以后，然后看张老师愿不愿意收吧。啊，我到时候我央给央给他。啊。那你打算你的孩子将来是？跟谁学？跟谁都得学啊，但是拜师是吗？拜师，我拜师看他想拜谁，好吧，我建议他拜张云雷，好吧，啊，我建议他，哎，让孩子自己选，好吧。明年有哪些新年愿望？明年，哎呦，其实每年我愿望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能觉得能好好工作，然后呢，好好的生活，然后大伙儿都很高兴就好，然后我愿望就是还能。一如既往就是站台上说相声，然后大伙能乐，然后我说的相声大伙还能乐，就特别好。嗯。然后就今年快到了，您的粉丝说一句祝福的话。啊？什么？为您的粉丝说祝福的话。好、啊，那个马上要到那个2021年，然后祝大家能够像每年一样，都特别特别高兴，特别特别的快乐。谢谢大伙啊。今天是时尚盛典吗？是。都好啊，真的都爱穿是吧？你得容我那个每天安排不同的那个衣服，是不是？您觉得您今年最大的收获？我刚才问说完了，说完你导一下录像，老导一下，来导一下就行。哎，您觉得就导一下录像？您觉得我能那个加入德云社吗？没问题，你没问题。您贵姓？我姓张是吧？那其实正好，好，特别好。怎么这么好？姓张怎么就这么好？哎，张总，我经常发你的丑照，然后你报复别人，我不是也张总老师这样？这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走着看吧，啊，走着看。看吧，看他表现吧，好吧，嗯。就明年有哪些工作计划？有没有找个跨界之类的？跨界，这跨界怎么定义呢？你说当明星，或者是比如去当演员，或者去当歌手，歌手我就算了，我看人当歌手我就挺高兴的。
然后演员本身我就是演员啊，也不存在跨界。演电视剧或者？哎，电视剧，电视剧，我们德云社也要拍电视剧啊，也要拍那个网剧什么的。我师傅有这个计划，应该是啊，到时候你们多关注我师傅的微博。那你是在里面扮演角色吗？我在里面啊，我等通知吧，我等通知，等那个领导通知啊。然后明天想学做饭，想学做饭。之前有这个德云逗笑社的节目，然后哎，您看了是吧？哎。应该是我听说都已经开始筹备第二季了，啊，也就还是这节目，应该不会换吧，就可能还是这节目，啊。哎，就在等通知了，行吧，到时候您跟我们领导反映反映，就最好让我去吧。在哪儿呢您？哦，这儿呢，哦。殿下大家。哦，好。时尚观点，我觉得就是简约舒适，然后让。你穿的也很舒适，然后让大伙儿看到你穿衣服的人也很舒适，就是是美感的就好了啊。刚才不是在看其他的哥哥唱歌吗？嗯。其实前两天杜淳老师唱歌，你有看吗？哎，我看就是饼哥他们参加那个节目嘛，然后那个追光吧哥哥啊，看了看了。您对饼哥有什么评价呀？太好了，我哥怎么都好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滤镜，你没这你问我一点不客观的。您说的有滤镜是？就是我们师弟的滤镜吗？啊，这不就暗示他不好吗？谁说的？哎，怎么这样啊？这恶意剪辑怎么都啊？这不点不好啊？那您对，您问我，我肯定就觉得好。有看杜淳那段吗？看了呀，他那个唱的那个蔡徐坤老师的那个《情人》，对吧？嗯，差点说错，对不起啊。请问您有兴趣上票吗？可以玩，但是我不想，专业是没戏了，我都三十多了啊，就不可能了。老师这边，哎，你好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穿衣风格。舒适，您觉得是吗？我觉得酷。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。他说的是酷。想问一下，可能你在管理搭配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在管理八队的时候，就是我没管理过八队，因为八队不归我管。这八队是我们搭档那个张雷在管，他是队长，下回我替你采访采访啊。哎，这个就是器械，然后加上这个跑步啊，我已经非常喜欢跑步了，已经。然后现在每礼拜不跑步，然后都挺难受的，就是一定要做有氧啊。就可能我说的不对啊，这样我说我可能就是有氧做的比较多，然后可能就是瘦。啊，而且你不用节食，就是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就可以了。啊，因为我不能亏损，真饿。好的，感谢各位领导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哎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，有饭吗你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